你俩碰到王 OK 跟李天泽，说你俩怎么样，是挺好的吗？然后他俩当我俩的面就，因为我们那儿等电梯，然后我们俩就走了，我们俩说你们俩上吧，当场被虐杀，两只单身狗。好幸运能认识他，只要想到他，我做梦都会笑醒啊。恋爱脑，恋爱脑，这酸甜的恋爱的味道，到底是哪个？我下一组 Romeo and Juliet 有没有什么想说？他说，李天泽说，官宣，官宣。洗脚洗脚，然后干好不干？天哪，王 OK 真是一个可爱、灵动、善良、诚实、美丽、不做作、坦率、智慧、大方、有才华、温柔、鬼马、美好的女孩。我要是有对她一点的不好，就让我唱歌跑调、吉他崩弦啊！我头发全部掉光。我真的好幸运能认识他，只要想到他，我做梦都会笑醒啊！恋爱脑，恋爱脑，这酸甜的恋爱的味道。到底是哪个男孩能追到他？那也太有福气了吧！表白了。是谁？是哪个男孩呢？我。给了我四袋瓜子，因为我特别爱嗑。给吃瓜也很投入的深深老师，我都要自己念这一段。老师，给吃瓜也很投入的深深老师，舞台上没有瓜子陪伴你，真的辛苦了。但幸好每一颗空气瓜子都有了回报，谢谢你的付出。以后的日子，一边吃瓜子，一边摆灵鸟般的歌唱吧。谁叫你的断句？你的断句再给我下一跳，我有需要摆。一边摆灵鸟的歌。好了，谢谢。太厉害了！没想到收到就是这种通用文案的祝福。空气瓜子是里面没有瓜子，居然是。就空气瓜子吃假瓜子。哦，真的。就这样每天。但是深深的无实物表演非常。那段我也只能磕了，也做不到其他事情。还以为在说磕王 OK 他们 CP。我们俩碰到王 OK 跟李天泽，说你俩怎么样，是挺好的吗？然后他俩当我俩的面就。因为我们那儿等电梯，然后我们俩就走了，杀了吧，你们俩上吧，当场被虐杀，两只单身狗。有纸吗？汤汤，你手上有纸给我好吗？哦，谢谢你，在那，谢谢你，耗子精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不要给别人取外号了。你们这外号是我自己起的，就是等你这句话铺垫，要不然我们都被骂了。求生愿。和你可以爆料最多事情的 Top One 喝一杯，同时也要爆料其中一件事，同时也爆料一件事，你要看一下那边。别啊！完了，完了，他过来了。不要，我们假装不在。关摄像机，关。哦，这样。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我不是爆料，我是真心的。觉得你和一个人我就太配了。真的吗？他俩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啊，是他的名字，展开说说。没有必要，他就是个傻子和白痴而已。Cheers， 干了。我喝一半，你干了。快点。